乐团苏打绿演唱会专辑《当我们一起走过》自三月底一发行就立刻攻占各大排行榜。30日，苏打绿乘胜追击，在台北举办签唱会。虽然此次发行的并不是正式专辑，不过他们的火红人气还是让现场排了个人山人海。不过主唱清风没耐性出了名，搞怪喊累之余，更耍起奇招，大力向歌迷推荐要用握手会代替签名会。我觉得在签名的时候啊，你忙着签名，你就会没有时间跟大家眼神交流，然后所以我想要用握手。肌肤的那种接触，更多跟大家的那个互动，这样子。反正我今天准备了一个非常简略版的签名，所以我也不怕。之前的音乐会上，清风曾无意脱口说出想消失之类的话，让歌迷吓了一跳。当天清风也就此事安慰粉丝，澄清自己只是开玩笑，不会真的退出歌坛隐居。因为我是用半开玩笑的方式在说那句话了，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太看重那句话。因为我后来得到好多好多的关切，而且很多人都打电话来问我怎么样，为什么要退出，我根本没有这样讲。所以呢，就不要搞得好像我在炒新闻一样，我也不是那个个性的人。